我的访问吗？有人要接受？要吗？好像，啊、哦，没有。好，我今天呢要来访问，就是几乎每一次都来我们二手拍排队的一个常客。那我想要问问看，他说他今天最期待的是有什么目标，想要特别买什么东西？没有想要特别买什么，就是想要看你留。哦，真的好开心。有没有？你这是第几次来？我除了第一次没有来之后，每次都有。真的吗？那你真的是超级大 fans。那你有没有？你今天是几点钟来排队的？两点。那你半夜有没有很害怕？就没有，只是蚊子很多，蚊子很多。对，然后我就是被蚊子。你有准备好很多那种吃喝的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，就是一直滑手机，然后等时间。对，好，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，或者是没有特别想说，就是跟大家聊天。因为他真的是每一次来的，他都是我们很忠实的粉丝，这样也常常都会看到他留言，不想要错过任何一次。谢谢。我身边这个是一个高个儿美人，因为我今天穿平底鞋，可以看出我跟他身高非常的悬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嘉柔。他跟我同名哎，嘉柔，你知道我叫嘉柔吗？我们是同样的字吗？我是草，是红肉。好，所以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二手拍吗？那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想要？你应该是想买翘的衣服吧，因为你们都是高个。真的吗？谢谢，很开心。我这次准备了很多，就是可能担心以后穿不上的衣服，都很漂亮的洋装等等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你今天来有没有就是特别想要跟我们任何一个人说什么话，或者是？没有，我想跟你说你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谢谢啊，这一段一定要剪进去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因为很多在排队的人都回避我的目光，所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群可爱的小女生愿意接受我的访问。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全名吗？随便，或者你要讲艺名也可以。我没有艺名，雅云。雅云，然后雅婷，还有妹妹。好。丁丁。那你们今天是几点钟过来？6点。6:30，你们是都是第一次来吗？我是第一次。对，都是吗？那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说想要买谁的衣服，或者是目标是什么东西？衣服、鞋子或者是饰品等等，都可以，就都看。真的，好，你们一定会买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六个人的东西很特别好。谢谢你们来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的？有没有人要代表？代表我吗？我代表第四次参加很紧张第四次参加对啊，怕很多人。好，可是你排在还蛮前面，因为你们很早就，谢谢你，很辛苦，不会，谢谢。